我想要借问你，子玲敢有跟伊联络啊？啊，未哦。哦，那安尼我知影。好，好，咱保持联络，再见。啊，我的陈天兵，你到底是走去倒位啊？敢讲你真正迷路在外太空，找无路通好回来？是因为金燕娟的代志，让你想袂开啊！你拢面试中这么久啊，我是不是应该报警察协寻才对啊？穿个安尼，你啥都无反应啊！哦，我知影，你这个苦瓜面想要假可怜骗我的同情心对无？我甲你讲，你免笑想我啦！我的同情心只予七岁以下的小朋友，参像你这种老 Coco 花心大萝卜是无可能的呢。赵医生，这个答案我请个代志。不管你要怎修理我，我拢无替你顾的。爱甲你斗相共哦，会用的啊，找你的观察啊，佫有问题，我是真愿意啦。凊彩你啦，为你今仔调来，我有重要代志，要私底下甲你参详。等一下哈，叫过来。姐姐，哦，你安尼放学就进来店里跟阿妈斗三工，你也是阿妈的乖孙呢。你也是讲，你安尼敢袂记耽误着你做功课？阿妈，你唔免烦恼啦。你袂记得哦，我有一个最强大的家教汉森哦。有伊伫个哦，一直拢透懂啊。今日工哦，我甲妈去度假，阮大叔叔都无伫个厝，我当然是一下课就再来找阿妈。嗯，看到恁爸甲恁妈妈哦，搁再恢复像较早安尼感情这么啊甜蜜，阿妈哦足欢喜的。啊，搁有啦，有你这个得力小助手，阿妈真正是幸福满满哦。妈，姐姐，燕萍姐姐。燕萍，嗯，啊，你唔倒厝读册，走来店里啊？哇，我就是出来读册，大家头晕目眩，啊，想要出来行一行的，开去哦，来你家跟你斗相共。那啊，无人逼你一定都爱考律师啊？你哪着安尼，有家己这么大的压力啊？你若真是对考律师无兴趣哦，都唔通勉强家己。妈唔是跟你讲过，人咧讲行行出状元啊？啊，我知啦。啊！只是哦，看到哥啊，哥有大嫂出国去度蜜月，姐夫嘛带大姐出去佚佗，我就感觉就很真嘞。就感觉我个巧涵结婚到今嘛，拢也无法度去度蜜月。那倒是有甚物通好很真的啦？恁两个还少年嘞，后摆要出去佚佗的机会还佫足多，那就急在即时。
燕明啊，啊你你到乔安结婚，啊拢还袂去蹲遐哦？哎呦，安尼对乔安歹势啦，起来点，恁老母哦出来看要对佚佗，啊迄钱哦也不够出。若要出钱哦，我出就好啦，迄都毋是钱的问题啊，是乔安无爱去。乔安讲哦，伊要拼事业开较紧啦，所以咱燕平。就只好尊重伊决定哦。无啦，迄嘛毋是像讲，俺唔去就无爱去啊。你还知呢？恁囡仔若搁出事了，根本哦恁都无时间，哪个出去佚佗？那这你免烦恼啦，有我这个阿妈吼，通好顾孙子的哦。伊随时嘛通好出去佚佗。啊，乔安嘛就硬性的啊。既然伊讲伊即摆想要先拼事业，我就顺着伊。啊，等囡仔生出来了，看要安怎再讲啊。我是看到哥啊，哥有大姐出去佚佗，我嘛想要出去行行尔。莫讲，我要找平我啦，我要甲退掉2000万呢。啊，当好应平哦，啊，教乔两个哦，啊，带去真侪国家佚佗，啊，住哦较豪华的所在，啊，甚至哦嘛会当坐游轮哦，啊，去环游世界。啊，也佫有你啊，你哦嘛会当安尼安心啊退休，暂时哦好好照顾妈妈，啊，佫照顾你的金孙，哎。你哦，唔免遐尔辛苦啊啦！哎，莫再讲迄钱的代志啦，当作咱顶世人欠，啊，即摆还我清就好啊。话阁讲倒转来，20多年来，其实幼稚园嘛，甲阮斗相共真济啦。对遮个时势嘛，拢真疼惜啊。兄弟啊，代啊，阮同侪啊，免阁计较遐济啦。哈，迄哦，唔是讲计较，唔计较。迄若讲着命运哦，是有够可恶呢。燕京甲子林啊，两个毋是亲兄妹啦。这代志哦，伊早就已经知，也毋感觉到阵拢总无爱讲，互子林安尼烦恼到要死，安尼有够伤心。惜我嘛，我甘袂晓哦。啊，煞会去哦，连这面我啦，也做伙甲咱骗惨落去。哦，讲你这样，我才作气我。这查我一定爱好好甲教。我，你做讲啥？子林，咱燕京毋是亲兄妹啊？是啊。老爸，啊，之前不是讲子林姐是你跟罗秀文的亲生查某囝，那现在更不是啊？是啊，啊，恁当初不知道这代志哦？唔来，啊，恁哥拢无甲恁讲。哎，那子林哦，不是我亲生查某囝，那是秀文哦，嫁别人生的啦。是阿爸，我嘛是即摆听你讲才知影这件代志的。讲若是知影，又无可能甲应心姐结婚啊。你拢唔知影，过伫咧结婚的前几天，伊阁甲子林姐讲电话，阁讲我足艰苦的流目屎。我有感受到，阁真正就爱子林姐。代志哪会变到安尼？应心你定唔知影，啊若无伊袂安尼急点点。想到哪会变到安尼啦？你别，你刚才恁哥因即马已经去到倒位度蜜月，啊是倒啥物饭店？敢有电话？恁去敲电话，恁哥无清楚。我嘛唔知影啊，因为这是方总裁临时宣布的，但根本就唔知影哥的蜜月行程是去倒位。对啊，哎，我讲哦，伊讲哦，子林哦，就知这代志是哦做爷讲的啦，他甲伊妈妈嘛冤到做厉害，啊我咧做船哦，准备甲燕京讲这代志啦。啊，敢讲伊无甲伊讲，啊是讲安尼嘛唔对呢？我有收到子林传我的简讯呢，我这即马呢是啥物情形啊？我来咧先想都想无啦，两个安尼这样相依爱着，明个咱一定要想办法，紧了解这状况才用的。啊，不过顾家燕兴姐即马伫顾啊，手边啊拢关机呢，根本就无法度甲伊联络啊。我归起来我。归用我接来去问钱唔啦，啊问看哦，恁哥因阿仔某即马到底已经佚佗啊，对倒一国去啊，啊是要安怎联络着因？我要问燕京讲，伊咧结婚的进程是毋是到底是啥子个代志啊？唔知。我即马是我。院长，恁爸咧向阮公公，我走去找钱，我今日也冲崩啦，给，咱做回来。佳佳，电话你顾下。
咧无用开会，让你等真久吼。坐坐坐。啊，恁做赶紧过来公司找我，是有啥物重要的代志吼？好，无啦是安尼啦，啊，就来要找燕京啦。啊，因为哦，伊电话哦拢关机，啊，拢无法度联络到伊啦。啊，唔只吼，专工来只吼来找亲戚问你吼，啊，问讲看哪无，看到底住伫倒一间饭店，啊，是毋是会当安尼方便哦，阮甲伊联络到？哦，啊，亲戚，啊，你只着急要找燕军因的行程，是有啥物代志哦？啊，都啊，伊少年呢，去国外蜜月旅行。咱卖跟交友啦，钱唔知阮知影啦，啊是讲，拄只幼崽，足赶紧的来店找我，伊就是。啊，啊是，那来阮老大人哦，较老操烦啦。这最近哦，迄新闻报道报讲，啥物咧欧洲国家哦，安尼哦真乱啦，啊因一去过遐尔啊侪工，啊拢总无因的消息哦，啊。免不了，阮做事大人人较会烦恼啦。啊，唔只讲哦，来遮呢，拜托钱买咧问看卖咧，啊，无啥物其他意思啦。安尼哦，啊，那这歹势啦，我较无去注意着，请你唔通见怪哦。我喂，你甲因的行程表印出来请给。是，加稍等一下，我随印出来给你。多谢。钱嘛。多谢你，多谢。别人家客气啊，咱拢是一家人啊，对不？来，饮茶，饮茶。哇，平真来拢唔接我电话啦，从我解释的机会拢无。我去唐宇建设上班，才换到暂缓拆迁古迹的条件。我真正不是叛徒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你的报告嘞，金心如，不要逃避责任，今晚四点半啊、哦！你当时要交报告，警犬，你是在搞啥热线？快回电金心如，我想讨厌人对我夺命连环扣。You are fire！ 哎，明啊，你哦，读到大学毕业了。啊，你啊看嘛，这外国字哦，看写什么啦？啊，看恁哥哦，在什么所在啊？哦，啊，这我嘛看无呢，因为伊唔是英文啊，啊，而且我手机啊嘛怪怪，即马无法度查，我等下用电脑查看卖好不？哦，好啦，你先查看卖啦。哎，小罗，啊，这时间你应该是咧上班才对啊，啊，来，这你早倒来。我失职啦。嗯？啥？金心如，你有个时节啊？哦，真的是有够狂呢！金心如，敢真正是骂爱念伊哦？啊，你想看卖咧？自你出社会，你安尼有倒一项头路有吃满一年啊？这病搁较离谱呢！再去上班一天，你就发失职，借问的哦，是倒一项头路才适合你这行啊？妈，爸哪会跟恁斗阵转来？啊，阮就做位哦，去恁哥因场买啊啦。恁去顺堂开发哦。嗯。啊，恁找方总裁要创啥？啊，就子玲姐知影，够怪伊毋是亲兄妹仔的代志啊。啊，照理讲，伊一定会够知影，所以爸甲妈一直想要联络够，想要问讲伊到底知影这件代志无？啊，不过即摆就无法度甲够联络啊，所以才会去找方总裁要问讲伊的蜜月行程。哥甲子玲姐，伊毋是亲兄妹啊，但是哪会变甲安尼？我嘛是听恁爸讲才知啊，所以毋才着急要找恁哥，要知影我伊到底知影这代志无啦？妈，
哥哦，绝对无可能知影。伊若是知影，伊100%哦，袂甲伊先姐结婚。啊，子玲姐嘛足奇怪，伊哪唔讲啊？伊干嘛是出代志啊？哎，有才啊！啊，拄只伫亲母遐，你哪会无爱互我直接甲问这代志啊？是要安怎问啦？哈，伊是应信的妈妈呢，咱问的这是燕京啊，甲子玲的代志，安尼好意思直接问了，你袂感觉奇怪？哎，那是你啊？你来弯道从啥？林心如，你想要把我删除啊？你哪会知啊？我无需要跟你解释啊！你出！你来从啥？你想抢我手机啊？天！我的账号搞错等于。你来找我手机密码？我顶个看你解锁过一班，我就会记啊。而且我搁下载一个监控 APP， 若是你以后搁把我删除，我就随知影。你当作你是骇客哦？你安尼哦是侵犯隐私哦？你即马上好去把这 APP 哦删除，那无？我报告。你是听无人话哦？我已经留言给你啊 ，You are fired， 老娘辞职不干了。这物件哦，你可以等于倒倒手啊，我拒绝当花瓶。从来唔捌讲过你是花瓶啊。而且花瓶的颜值跟我差几？对啦，我人脉工作能力嘛差啦，啊你请我做秘书要创啥？生肖的。你这啊是一个好问题，连我家己啊嘛唔知影答案，所以我只好把你这个问题留伫我的身躯边，我才偷偷来找答案。这个问题你唔知影答案，所以你就把问题留伫身躯边来找答案。啊！我听无啦，快点哦，囡仔，我甲你开除啊！从来都唔捌有人敢甲我开除的，我不管啦！你这只小警犬，一定要留伫我身躯边啊！假使讲我若找无我请你做秘书的原因，我就会请问你会安怎？我讲袂起啊！你睏袂起，到底什么年代啊？少年，你是一个痴情的男子汉哦！啊，看会出来啦。伊安尼哦，甲阮查囝安尼高高上，后了阁有啦。你是司机，哦，啊司机还当请秘书哦。哎，恁那是对间公司啊，你麻烦介绍啊。我想要请两下秘书啦，哈，啊我请来，啊看下秘书啊先做事业歹。哎，阿妹啊，阿黑啥？我知，阿这也唔知生啥物弯哥啦，伊也唔捌我，啊我嘛唔捌你，我规无爱插伊啦。哇，照看麦。哦，你看。哦，这哦，这就是葡萄牙文啊！啊，第一场葡萄牙文嘛卖了。嗯，略懂略懂。哦，不啦，啊，这里哦，阮老师啊，啊，教阮新妇哦，因去度月，去佚佗就对了啦。啊，你帮我看一下，你若看有啊，看因即马住伫倒一间饭店，我想要拍电话给伊啦。哦。来，你看，这饭店就是这啦。这是伊的蜜月行程表。哦，因今仔日住伫个里斯本的史诗萨那酒店。哦，这是一间五星级的大饭店呢。你即马只要上网查一下，就让找到饭店的人员转达给燕君啊。哎，夏奶奶，哦，你那是熬啦，多谢你哦。这无啥啊，我嘛捌住过遐。在底下自我感觉良好。哎，真心了吧？既然我甲恁厝内斗三工，
你是不是爱啊？微博啊，姐，明仔等来我公司上班。是你家己家婆跳出来斗相共的，我敢开嘴甲你拜托。无安尼啦，迄个报告我来写，你慢写。我不要，不要这样啊！先无，啊，你看伊人安尼，这么用心，又搁甲咱斗相共呢，煞来专工来遮请你等去公司上班。好啦好啦，你明仔载就乖乖去上班啦吼。我看心情啦，再搁讲。子玲，你嘛给我一点仔讯息，你安尼无消无息，你是要叫我安怎才好啦？规工是走到倒位啦，啊，拢找无人呢。我都去找秀英阿英啦。子玲到今物阁找无人，啊，你阁有这心情去找你的旧爱人？你哦，好我听我讲好无啦？好佳哉，好佳哉，我会用去找秀英，才知讲子玲哦，无家己的心事哦，讲予应俊玲知影。谁讲？我怎予你看一通信息啊？啊，到底是谁传的啊？我怎予你看一通信息啊？啊，到底是谁传的？伊无甲你有关系，我拢甲你斗相共，奈何子玲去婚礼闹啊？昨天都讲啊，我甲咱凶手同款。是你自私嘞！你煞去串通迄个彭婉薇，来伫咧出卖伊。彭总裁，我拜托你甲我控制，你到底是伫倒位？三立台湾台金家好媳妇，福特专业机能除臭袜。杀了！我要甲你离婚啦！我怎予你看一通信息啊？啊，到底是谁传的啊？敢讲迄个讯息根本就毋是子玲传的。啊，那呢？子玲是毋是已经出代志啊？顶面子玲好像就有捌讲过，伊的手机去用没收过，无一定伊的手机啊，就是伫彭总裁遐。又再收到迄个简讯，拢怪我啦。当初不应该跟彭总裁配合，但这么代志是要安怎才好？徐妹啊，啊，等你是安怎啦？啊，你咱讲了伫咧烦恼子玲，啊，即马正经有这消息啦，啊，就煞点点袂讲话。我感觉我头壳足疼，可能是伤过烦恼子玲啦。我只要吃头壳疼药啊吼。到今麦，我袂倒转来，真正要急死。彭总裁，彭总裁，子玲妈妈，你叫我来找我，什么代志哦？彭总裁，你倒是跟我讲。阮子玲即摆到底是伫倒位？伊敢会发生意外？文文，毋是甲民宿的地址互你啊？有啊，我有去找啊，要毋过伊早就离开啊，到即摆都无法度联络伊啊。敢会是伊到即摆都无法度接受，家己的妈妈竟然对伊做即款代志，所以挑工来甲你见面的。我看啊，你还是搁有一挂时间冷静一下啦。
子玲就算讲搞激情，伊嘛未有厝内面的人找无伊，所以我感觉这无产生伊的个性。我伫怀疑讲，伊无去跟你有关系。我拢甲你斗三工，卖让子玲去婚礼闹啊！啊，你无感谢我，煞等到讲啊，我跟咱凶手同款。你家己查某囝好脚好手，要去倒位哪会知？我敢讲，你把我当作是伊保姆啊？啊，不过伊最后接受的人是你啊！我无找你，我是要找什么人啊？啊，人家你安尼讲，以后唔得，大家查某囝无去，拢来找我。我规个公司小小替人找查某囝就好啊。歹势啦，我已经足忝啊，无开再搁等只听你讲这啊，歹势。慢，方总裁，子玲到底在倒位？伊是我唯一宝贝查某囝，我变坏死个仔！方总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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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拜托你跟我讲，子玲到底是在倒位？方总裁，你也嘛来加重钱，啊！可能不过遐尔两倍。你老实甲讲，你到底是变什么吧？呀，咱等下，你哦用阿麦讲我清楚，爱对我有一个交代，遐无哦，我绝对袂放你耍。你讲的好搁较重哦，都袂甲囝拆拆就放。迄主任不是我亲生查某囝呢，我都唔敢讲伊安尼为着应尽的代志来伫痛苦。何况伊是你亲生的呢？你煞去串通迄个彭王伟来伫咧出卖伊，哈？你的心肝内遐尔啊毒啦，我有真正想无呢？想无讲俺教我做了二十多年的看守，我即马嘛安尼，你看你。愈看，愈我感觉呢，一定袂认这你啊啦！悠哉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是为子玲好的。你看，建军阿伯甲应心交往的时阵，伊唔闹官司，而且伊设计餐厅阁发生火灾。啊，自从甲应心交往了后，伊就什么代志拢无啊！你看，这彭总裁，伊的手段有偌厉害。子玲若是要破坏燕军的婚礼，彭总裁敢要放伊煞？而且子玲以后日子嘛袂好过啊！啊，这你嘛是应该就我参详。你家己人唔讲，你偏偏去听个查某伫咧甲你使弄。我嘛唔知，我什么时阵去食到伊的苦瓜水，啊，头壳歹去，啊，什么代志拢听伊个。哼，你哦，讲来讲去哦，你就是无有子玲的机会哦，去讲哦。燕军阿，你接受甲伊做伙啦？你哦，心肝在想到龙洞，朱玲不是我的亲生查某囝，你就发端呢骗我，讲我伊是我的亲生查某囝。燕军呢，伊这是我亲生后生呢，你明知讲我有亏欠你家，是安怎你安尼连即摆同情心来接受伊都无啦？哈！阿三，你即摆讲这有甚路用啦？啊，我唔对啦。是我讲白贼，害两个分开啦。燕哥，跟我夹刀啊！啊，燕军去娶燕欣欣，唔是嘛？是伊去交着彭总裁查某囝，啊，咱子玲要去讲抢伊红色，敢抢会赢信？我吼，无爱听你款哦，该讲该对的借口啦。我也会当体会讲你的出发点，你是为着爱我，为着要保护这个家。要唔过即卖嘞？你即摆连家己的亲生查某囝，你都敢出卖伊啊？你叫我是要怎原谅你啦？哼！玉生，玉生，你听我讲啦，你要气我，要骂我，要拍我都无要紧。要唔过，我都想着惊。之前彭总裁伊甲我讲，婚礼完的时阵，伊要安全，要甲子玲送倒转来。啊，唔过一直到即摆拢下落不明，我四处找嘛拢找无人。
而且我昨暗搁甲梦见讲子林，伊讲伊足乖，我是惊讲伊唔知出什么代志无。哼，那我才敢心机遐重的妈妈，就算讲子林哦，伊有十条性命嘛，无够人死啦。我哦，你嘛随报警，那你还得不安慰。我还没得去。别，好，我告你对我去。啊！唔对，暗中你若去外头讲，伊若站在派出所，那连我甲放命去要安怎？我不可能做天有代志的啦！你有啥物代志唔敢做？你连家己的亲生仔，你若敢出卖伊啊？你有啥物代志做袂出来？啊！我拜托你啦！我求你帮我调生路啦！我要跟你离婚啦！杀啦！你的意思是，子林的失踪真有可能甲本创才有关系？无唔对啊！所以我拄则要来时哦，我就去报案啦。哎，警察有甲我讲讲哦，伊会认真调查啦。即马上惊伊惊讲哦，我提供哦伊啊证据还佫无够，安尼伊就无多去掠个甚物总裁唔总裁啊啦。安尼讲无唔对啦。虽然讲子林姐妈妈会当证明讲，甲子林姐带走的人是迄个方总裁，啊，毋过若真正要讲子林姐失踪嘛是迄个方总裁害的，就要有十足的证据啊。我是感觉无可能啊。方总裁是一个有身份、有地位的人，而且即摆甲咱都是亲家呢，伊应该无可能做个这么绝情啊。啊，唔过啊，我即摆阁想着啊，是讲啊，子林你传了我迄个简讯哦，这明明哦就是哦，人利用伊手机啊传了我的啦。啊，伊的目的安尼就是讲，看我会安尼安心放心，袂阁去调查子林下落袂。我讲哦，这代志安尼做人，除非哦，就是那个总裁以外，你也看还阁有啥物人会安尼做。爸，代志到这来，咱就看书办事，你是莫家己吓惊家己。明仔哦，我得去买广告，刊登寻人启事，无得卡子林姐若是看到，也会主动跟咱联络。是啊，爸，我甲燕萍嘛会斗相共，我会想办法，看要安怎甲迄个方总裁套话。好啦，这麻烦您啦，哈。今嘛干那会当忙子林哦，真正会当平安无代志啦。是讲我先想都想袂晓呢。你秀芬哦，哪安尼这么忍心，会安尼对付家己查某囝？讲到这哦，我想到家己都会惊啦。我愈想哦，嘛愈怨叹啦。安尼教我做了二十多年呢。伊哦，人讲是我上爱听的某呢，啊，竟然安尼一挂代志安尼，一直甲我暗讲，一直甲我骗，迄连家己的亲生查某囝，伊都敢安尼出卖伊，实在是哦。爸，好家在即摆人个规章好好。无啦，总共一句话我。总共一句，我要跟他离婚了啦，我无想要再回去伊遐啦。你莫遐尼冲动啦，啊你唔回去遐，无你要住倒啦。吼，住倒唔较简单，公园啊、车头啦、学校边啦，遐拢总会睏伊啦。总共一句哦，我无想要再看到伊遐啦。你着想好斟酌啦，几岁人啊，搁要住遐？你若真正暂时无想要看到秀芬啊吼，啊为你燕君出高低的。房间也无人睏啦，无你就睏伊个房间啦。娘，你这所在要借我住？暂时予你住两工啊，你嘛都要紧转去和秀芬讲个清楚。好啦。上班，估计就会倒去哦。
凤姐，你声音哪会出来在我房间啊？林心如起床了，你要上班，你老婆上班，估计就会倒去哦。啊，是看到鬼哦！我的手机哪有唐永泉附身啊？林心如起床了，你要上班，你老婆上班，估计就会倒去哦。声音啊，这是什么物件？啊，我昨昏就摕到你的手机啊，我感觉无聊，就把你的程式放伫你的手机内底啊。安怎？无甲你查清楚啦？我无爱逐天听到你的声音，紧把这个应用程式给我删掉。安尼，你就来公司上班啊，我帮你删啦。你较光明正大好无？用这种傲波，真是卑鄙无耻下流。讲不蛮伤歹听吧？我叫是讲，你听也真欢喜。好啦，我帮你删了。林心如起床了，你爱上。唉，总算安静落来。你也无伫我的房间啊？是安怎你会当把这个声音关掉？哦，那这是远端遥控啊。你竟然遥控我的手机啊！你紧把伊删掉哦！那呢，你就来上班啦、啊！虽然讲子林姐甲咱都无血缘关系，不过知影伊失踪哦，我心内嘛替伊烦恼呢。希望伊原来是因为心情歹，去找一个所在，互家己平静几工。阿母哥嘛，讲若是知影，伊甲子林姐毋是兄妹啊，伊甲应心姐的婚姻，敢有法度继续落？这个问题我想都毋敢想，感情的代志，毋是咱有法度替燕君和子林做主意。燕君若知影真相了后，伊同款坚持要倒转去子林身躯边，那呢咱嘛无法度阻挡啊。是讲，若真是安尼哦，燕心嘛足可怜的。燕心对伊哦，唔然有温情呢，佮对伊情深意重。假使真是燕君若要离开燕心哦，伊的心肝一定会足痛苦的。嘛，一定哦，唔知要安怎做决定的啦。爸，老早，今日食早餐吗？那会干恁两人？啊，巧兰跟心如嘞？拢去上班啊。你来，看起来日时无通好呢。昨暝拢无睏哦。啊，还想自怜啊！啊，想着伊安尼烦恼，规暗拢睏袂去。啊，伊烧，啊，想啊到我天光的时候煞睏去啦。啊，我今嘛一睏去哦，煞安尼乌白梦哦，啊，拢梦一挂遐无好的代志。反正就主要讲伊若安尼一工无伫咧，我就是拢袂安心啦。我等下哦，食食我。想来派出所抓一抓来，来遐看有啥物消息啦无？啊，只要若毋是发生啥物意外哦，无消息就是好消息啦。那子林这么乖巧呢，天公伯也一定给斗保庇啦。哦，停车停车。家里，啊，就凭着哦，这个口味安尼感觉足有亲切感的呢。爸，妈讲这咸梅甲这煎豆腐是你较早上爱食的早顿，在你无伫的这段时间，伊嘛三不五时会做阮食。
姐。就是这口味啊！迄伫我的记忆的中间，较早见你出来面食的哦，就是拢总这口味啦。哎呦，我现在哪会甲伊放袂记的啦？嗯，好食，这是我上爱食的。我来开门。天秀英，你这查某心机哪这尔重啊？果然让你等到吼，我才想讲对一个查某巴肠这尔宽，会当用我家己的红色去甲别人组织一个家庭。原来你有暗算啊！啊，你用你宽容的心，让幼崽感觉讲，伊亏欠你足多，然后总把幼崽倒转来，你真正是讲一套做一套呢。小云啊，你用不然当面后辈讲啦，秀英啊，唔是家己在讲种人啦。幼崽，你即摆你替伊讲话啊，你真正中计啊啦，李秀英。你莫想讲吼，幼崽狗啊，为着钱的代志去上课，你就要破坏阮的家庭哦。我咖啡内底烧还有这款物件。方总裁恰红办会，才为为做遐尼真歹代志。罗淑云红俩去乖。我以后无想要看这款代志，我会叫你保护乖乖等你吃家己。你今日哪能对待我？是谁？快快先点乖乖乖乖出来！三立台湾台金家好媳妇 ，Footer 专业机能除。李秀英，你莫想讲吼，幼崽狗啊，为着自己的代志去上课，你就要破坏阮的家庭哦。幼崽是予你气到无爱转去恁厝的呢。哦，伊讲要去睏车头，要去睏公园。我想讲伊都有货啊，敢袂堪要安尼接我来哦？再留伊在遮睏，伊是去阮燕姐的房间，你要想伤济啦。我再讲，幼崽这么想，是因为恁个子玲哦逼家。伊安尼强要袂喘气，才会离家出走的。后来你会家己啊，是你家己，不是我啦。你应该住你的厝，好好啊，家己反省，不是走来这里骗骗叫。我保护阮子玲，啊，你敢有唔着心？那不是我阮妈燕君甲子玲，不是乡外的属性。今日燕君刚发到娶着燕心，这只贱家母性，还佫有啦，你这袂加白，你敢有机会住这个红乡性？欧巴桑。阮妈对你这么宽容，该让你安尼糟蹋了。李秀英啊，你是安那教囝，还讲话袂算鲁莽同款。讲我是鲁莽，无你是你个老水准啊！啊，袂输敢一个小查某，再来阮家乱。燕平，准你对长辈用这款口气讲话，这是阮顶代人的代志，妈给你处理。妈。用安尼亲门大户仔，咱怎甲你欺负呢？去你的房间。妈，你去。既然你到这阵，还阁唔知影问题出在底。安尼我讲，你了解，你听好清楚。阮燕君娶燕心，唔是为着要食好做辛苦，嘛唔是为着会当减分到三十，
搁较袂因为阮燕君娶应心，我讲话就会当红声。若不是因为你有满私心，欺骗燕君甲子林，让因痛苦来分开，即摆我燕君甲恁子林一定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这一切拢是因为你的一念之差所造成的。你竟然还搁认为你是伫咧保护你的家，保护子林，老少妇。那是因为我对你太过有度量，所以你认为讲你拢无做啥物唔对，连我根本就无应该原谅你。我从来无叫你原谅我。对，你应该爱要求原谅你的人，是你最爱幼崽个子林。你亲手毁掉本来应该真幸福的两家人。子林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，凶手一定是纪了子。我若是你，我会赶紧去找子林，不是来这是小家你乱乱吠。你，阿老。处理，唔通再造成另外一个家庭的破碎。我囡仔一定要打抗起来，若无这个唐永泉，会感觉我金心如最好创治的。金小姐，唔能去甲人抢，有啥物代志好好讲。我跟你讲哦，我是有学咏春拳哦，你唔能逼我出手哦。后辈啊，这是万世恩怨，你莫插手。我警告你哦，你紧甲迄 A P P 删掉，那么我一定甲你好起来治罪。只不过是一个 A P P， 干嘛需要这样紧张？我删掉就是啊。是安怎？头脑常常无清楚，袂记影怎删啊？我连需要一块咖啡因才想会起来。哎，少爷，啊，无来去解冲迄个手冲咖啡？啊，唔免啦。哎，金心如，你到底知影咧锁我？我替你用手机啊，啊，你替我泡一个咖啡，这是基本的礼貌吧？好啊，手冲咖啡上好的温度是82度。嗯，卡斯这82度的咖啡为你的头壳顶倒落去，应该比用啉的搁较醒脑。后边，你帮我泡好啊。啊，啊，无来给你泡手冲咖啡啊。嗯。江子，江子。这个 APP 你敢真正无兴趣？这个 APP 哦，在国外真流行诶，真侪人在用呢。是啊，那呢，即马就流行男扮女装啊，想安怎你不爱直接打扮做伪娘的模样啊？我真正无法度了解，想安怎有人愿意哦，把家己的手机啊，互别人远端操控？万一啊，有啥物机密有发现，安尼毋就惨嘛？你敢知啊？你安尼哦是犯着妨碍秘密罪。你讲真正唔办，这叫做远端互动。有一挂情侣谈远距离恋爱，就会当用这个 A P P 来互动。就算讲因距离108000里，嘛会当感受到爱人伫身躯边的感觉。这唔只叫做情趣。哦，情趣哦，就老好你甲好白啊，我甲你无需要。你听我讲没？我为了这个 APP 啊，开发了结合肢体互动模式，加上 3D 立体投影，你就会感觉真正的人出现在你面头前同款。你想看没？到时阵
你要安怎互动，你就安怎互动。而且，你阴暗无聊的时阵，我出现在你面头前迄种。我刚才听到你的声音，我就吼被暴走啊！我哪是搁看到你的人呢？你卖吼在开发这微博的 APP 啦！你想看卖？我哪是看到你的人在外面头前，我要拍你煞拍袂着，哦，我一定气到后要甲厝拆掉。警犬就是警犬啦，一点仔远见刚刚讲就无啦。我这个 APP 哪是开发成功，写上改变世界呢？你想看卖？美军跟叙利亚打仗的时阵，遐个阿兵哥可以在沙漠跟家人吃晚餐，那是多好的一件代志啊！你若是敢唔紧把这 A P P 删掉，我就让你知影美军是安怎对付恐怖分子。算你识相，拜托你，你哦，把你的心思放伫对这个世界有帮助的所在，好不？哦，莫逐天哦想这有诶无诶啦，就浪费性命。你安尼想，是因为你无知啦。爱因斯坦在还没研究出相对论的时候，伊边仔人敢知影伊咧创啥？伊个头壳真正甲一般人拢无共款嘞。想早你来去做你该爱做的代志，你留伫唐宇建设做总经理，就浪费你的性命安尼。你个头壳嘛甲一般人无共款呢。一般分两种，一种是天才，一种是戆大呆。我就是天才，你就是戆大呆。你为什么要戆我？你敢知影，人伫吐舌头的时阵，无法度急速喘气。你是不是戆大呆？我唔知影，但是你一定是一只出色的警犬。公司酒，可林酒，公司酒。来，手中咖啡来喽！来，这样，这杯你的。来，金小姐，这杯给你哈。啊，恁两个感情好啊，你我过来办代志哈。今天吗？后边泡的咖啡袂歹呢，卖两位的口心。哦，安尼看到好白面主秀，我啉了我就走。这是啥？我感觉你讲了无唔对。既然你来上班的条件是歹听，已经告辞，这个报告就由我来写，你看着。安怎？刚有需要介的所在？哇，写袂歹，原来你不是出一支嘴尔，你还有淡薄实力呢。安尼，你即摆袂开除我这个头家哦。我小考虑一下。水托泥又渡山，更虑他方求别用，千山万水寻人难，寻人难。哈哈枪，这个枪来讲我也找无人，敢毋是子林发生意外？子林是我心肝仔，我袂愿失去伊的。
管要付出偌济代价，我拢愿意，只要会当让伊逢凶化吉，救性命。我求你，我拜托你。是欠欠顶世人，真正欠高冠达的真济。希望欠欠光阴还有情，莫阁为着爱情哦，受苦受拖磨。夫人，你要相信董小姐，伊是一个真巧、真坚强的囡仔。我相信伊对伊的未来会做出上好的选择。倩倩若是会当了解我这个做妈妈的苦心，我嘛会较安慰。恁爸有德，干那会晓出一支嘴，若无就是你过去的代志来甲我考试，比你较不如，你阁会讲一寡话来甲我安慰。你可能也要搞我糟蹋。夫人，你都别想那么多啊。为辛苦做嘅人，嘛该啊，你来表扬。你卖咧古笑皮无买啦，你应该是用白一万呢。哦，啊你今日佫甲天照打，啊你刚偷摕钱，啊佫带客兄来遮滴约会，哈、啊，我真正是生目睭吼偷一边看着。真正是笑破人的嘴，唔知是谁吼，较袂见笑。你偷人的红腮，一藏就是藏25年嘞。面皮遐尼啊高，连高冠达迄款人吼，你嘛好，把伊当作是宝。陈子玲有你这款妈妈，真正是悲哀呢。对啦，你真小皮啦，啊小皮啊，就恁翁啊去甲李秀英跪咧认错，啊你嘛该有自信，啊参像高冠达迄种血色。人都无要含了交叉，唔再来放弃你查某囝倩倩，啊！你是一种完美、无缺点的查某人，啊！恁翁若伫外口偷食，你咪硬吞落去。你真正是靠迄个嘴吼咧偷食，嘴遐臭，我今日哦一定要把你的嘴舔起来，让你无法度伫外口生活。你要把我的嘴舔起来？那呢，我就把你的鼻泡密密麻麻，以后你就别用鼻孔看人啊！罗旭，你是狗屎，你是只小狗，你才小狗呢！你有相鬼啊你！好嘞，你臭蛋蛋！放手啊！夫人，要驾驶的机会吼，还阁足多啦，食人这么多，你有心吼，莫甲伊计较。所以，咱小都会着，遐桥着，你早晚一定会食着惊啦。啥人食着惊，佫唔知嘞？上好保险保较悬嘞，我会予你领着一条大条的。你是要去对？你要甲李轩做伙团圆是无？我了，转来看一个衫裤。
你当作这是饭店是哦？看来就来，看去就去哦。你哦，免当要安尼教我女啦，我就讲过啊，子欣若无平安倒转来哦，这间厝哦，我无可能搁倒转来啦。对啦，子欣离家出走，那是我造成的啦。杨哥，我根本就无要害伊啊，我错我点拢是为好的，我嘛唔知讲代志奈变成安尼，我嘛就自责，就后悔。啊，你何必用这个方式来处罚我，让我过较艰苦？我说讲子欣哦，什么三顿不我会袂去死，安尼你欢喜无？哼，你免当安尼一口二闹三吊刀啦，加了亏了的啦，就。我哦，即马除了烦恼自己外，我即马无咧心情啊，你搁再按耐你啊！啊，你用互我拜落去，上好赶紧找办法哦，去甲子玲找回来啦！上啦！喂，咱倒去啦！啊，啊，警察局，啊是安怎呀？啊，找到子玲啊？子林，爱人嘞！阮去派出所小队伫这附近做地毯式搜索啊，啊，毋过这附近的地形有真侪断崖残壁，搜救上有困难，所以目前为止无陈子林小姐下了。哦，你讲阮查囝的物件落伫这个所在，敢会当麻烦你安尼带阮入来看卖？袂使，车队来。哦，多谢多谢。多谢多谢。哎，那厝里的物件，哎，那咱这广告也外只，哎，走来这从啥啦？你人是走到倒位？谁咱的物件在让大家吃？妈妈来找你，你到底是走到倒位去？子宁，你若要去找那不安慰哦，子玲就袂失踪去啦。那是我的宝贝查囡，你要甲我找出来啊！我咧讲你就听着无啦，你还有这甲我找出来啦？你有听着无啦？我袂啦，你还想从啥啦？啊，恁到底是有子玲的消息无啦？因警察伫咧讲啦。讲哦，什么伫凤桥野外时啊，有发现到主任的背包啊，甲一寡证件啦。安尼警察还佫伫讲，讲普通那店的所在那失踪的人哦，大部分拢搬落去溪坎啦。我常常咧讲，我一个心毛软足疼，疼到龙床无当去喘气，知无？唔知，你莫呢，你莫遐尼着急啦。反正啊，主任是拄啊有去迄个所在。啊，物件无细里，咱伫遐难尔。无得个，伊即马人平安，伫个其他所在啊。
现在警方也派很多人去找他，我也把我所知的资料都提供给警方。本总裁他说那个民宿我也早去找他，但是子林早就离开了，所以线索都没去了，一定是发生什么意外，不然一个人这样无代无志就来失踪去。你怎么就好说，一定是本王位把他藏起来了。但不我讲，你也直直讲。迄一日问伊哦，伊的态度搁安尼足自然，啊，常常久个拢讲伊唔知影，敢袂像甲伊无地带同款。那么我迄话若讲倒转来，迄主人会失踪，若真正讲甲伊有关的哦，哦，安尼我感觉迄个查某真正有够可怕的呢。应该袂啦。秦跟咱较早是厝边呢，再讲我嘛感觉秦的人嘛不离好斗阵啊，应该袂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代志啦。啊，尊做讲子林真实会去影响到应心的幸福啊。啊，不过我是感觉秦嘛无可能讲为着安尼来做出伤害子林的代志啊。哎，伊应该袂遐尼粗残啦。本总裁现在是你的妻母，所以你就替他说话，别人的孩子死不了，我们子林若平安倒回来，他就组织燕军去做盛唐开发的虎妈牙，你当然不希望说他永远消失。啊，你说错了没啦，啊，你还好意思把一些证明推下了了是吗？我跟你说啦，本王位若主母，你就是强冤啦。好啦好啦，有才，我看你即马哦，两个心肝头拢如苍苍啊，代志唔知要安怎处理啊啦，归去安尼啦，先到我倒来阮厝诶，考虑一下，冷静一下，再来想看有啥物办法无，吼。哎爸，哎，你拢倒来啊？温温啊，来，这样来温温啊，饮过。烧啦，较水哩。哎，我今天是哪？是我请恁爸和恁秀芬阿姨来找的啦。子林啊，到即阵还阁找无人，因两个咧心肝如苍苍，我呾想讲来遮会当甲咱参详啊。妈，你真正是菩萨心肠呢！这个小三叫你搞明皮，不时就再来乱，再来干嘛糟蹋？妈，你无直接甲隔离伫外口，安尼就准了煞，搁请伊临门，搁甲封地，我真正是体内颠倒病啊呢！小安，都跟你讲，子林到即阵还无消息，啊心情有够歹安尼，你搁讲这话要从啥？子林姐到今嘛是赶快无消息了。但今嘛子林哦，到底是生还是死哦？咱嘛唔知啊，我嘛是担遮咧，我要急死。就算讲迄个方总裁甲子林姐去破坏哥的婚礼，伊嘛无可能去伤害子林姐啊，伊嘛无道理甲子林姐藏起来啊，安尼是会当藏偌久啊？听你安尼讲，我是愈想愈恐怖呢。失踪甲被失踪两个差足多呢。伊办公子林姐哦，只是心情无好，出去行行尔。今后真正都爱等甲找到子林，所有的代志才会当清楚。恁一定嘛要食饭哦，我来传物件恁食。你处理下就好，我今嘛无心情食。要煮饭给你吃，还要看你的心情哦。你安尼敢会想超过啊？若不是看到阮爸，还佫有子英姐的份上，阮家是无欢迎你的。我无需要你的同情，你若无欢迎我，我来走，明日倒去吃，给你擦吧。
哎呀，小云堂，你还是冲起来啊！啊，强烈啊！阿妈，那你也得生气，人伊嘛是好意啊，伫咧关心咱查某囝。伊若是关心，伊就袂一直提醒我，叫我大家感恩。袂使我那受着真侪温情同款，即款关心我无爱。伊若是要到遮陪因，你留咧，我来等，我家己想办法。你莫安尼啦。我嘛你啦。我也无讲唔对个啊，家己唔知影好歹，我也无懂。是的啦，是的啦。秀云哦，个性就是安尼啦。人咧坐飞机哦，做啥物代志哦，拢无经过头脑啦。啊，亲像拄只呢，咧切掉恁的好意哦，才是对恁作歹事。这边个拢怪伊啦。子玲失踪，伊当然足自责、足着急的啊，心情当然嘛足歹。顶多是你啦，爱较体谅伊。即马哦，唯一会当信任、会当挖苦的人，敢剩你啦尔。是啦，爸，伊遐尔玻璃心，爸也是加甲关心者。啊，若无，伊若是搁因为找无子玲姐，情绪无好，替阮妈来出气，安尼就毋好啊。小涵，恁爸已经够艰苦啊嘞，莫搁讲话增加伊的痛苦好无？袂啦，袂啦。小安哦，讲的话也无唔对啦。阿姨哦，死人个性就是安尼啊，都参像种啊，一个掠公家，安尼拼对家来，安尼来当家咧乱哦，再是哦，嘛造成恁的困扰啦。我想咧，再是哦，对因做歹事，我看我也是想来当落啦。阿无，家一个人啊，当然咧乌白想。都哪个出什么意外，安尼嘛唔好咧。青啊，要不我就先来走啦。好啦，要等紧等伊啦，爱去哦。子玲有消息要随讲讲哦。好，好啦。爸，再见啊。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这罗淑云真正是有够超过啦！妈好心讲要煮物件给伊食，伊阁讲伊的心情无好，无要食。真正是厝内底无鸟啊，鸟鼠就会敲卡。拄只我若无出声甲电者，伊就会当作阮妈好欺负。电了有够开啊啦！啊，你这只鸟发威发了有够啊！真正是啦，辛苦先洗洗啦，我来传传，等我吃暗顿。妈就是人想好啊，才会让迄罗淑云爬到头顶。我一个替妈，敢嘛就唔得。丽莎，丽莎。哦，总监，啥代志？你想啥？上班戆神戆神的，我看你最近上班拢安尼心不在焉，甲正常拢无共款啊，是毋是最近发生啥物代志啊？无啊，哪有？无啥物代志啦。最近阮兜有一点仔状况尔。对啊，总监，啊你找我有啥代志？你昨毋是应该着爱甲顶个月财务报表整理好啊？财务报表咧？我已经准备好啊，即马随好你。总监，好你。喂，今日约我食中昼哦。哦，好啊。啊，不过我即马等咧无闲呢，稍等再联络。再见。还是啥物人卡好你啊？
安尼神神秘秘的，刚才就给我听到哦。无啊，那有，是我一个老同学打电话给我啦，伊想要试用咱的新产品水凝精啊，我嘛有答应伊要甲执行长代言的新产品摕伊试用。对啦，总监，我今仔日下晡想要请假，敢会当麻烦你替我甲执行长讲一下？好，我知影，你去无用你的。我来替你转达。嗯，多谢总监。拄则明明就是高冠达卡给伊的 ，Lisa 是安怎被对阿公白惨？看 Lisa 的反应，刚刚因两个搁旧情复燃了。这是顶个月的财务报表啊，我已经对过啊，你搁看一下。这不是昨下班之前就应该好啊，哪有今麦才好啊？李嫂遐有淡薄仔状况，所以伊有甲办到，伊甲我解释过啊。对了，伊讲伊下晡要请假，叫我甲你讲一声。哦。咱顶个月保养品的业绩又搁创新高啊呢，真正真好诶！我爱甲倩倩讲高冠达打电话约丽莎的代志无，啊，不过我搁惊伊会想伤济，我到底是要讲还是不爱讲？浩宇，为虾米我想要讲就讲啊？你哪会知影我有话想要讲？咱是好闺蜜呢，为你的表情我就会当看出来，你有话要对我讲对不？自从我经历做阮翁了后，我常常就会晓读心术啊。最好亲像是全天下的宝拢有的超能力哦。哦，想袂到这女人的第六感这么恐怖。有啥物好恐怖的啦？你应该感觉你的某足够水的，因为要见对方，所以就算讲平常时更加戆的查甫，嘛会开始观察身躯边的查甫人，伊的一举一动，啊，佮伊的情绪，才有法度完全掌握控制伊家己的红线。所以你心内已经把我当作。是真正的查甫人啊！哎呀，到底要跟我讲啥啦？哎，我感觉哦，丽莎最近怪怪的，规工拢神神秘秘的，上班拢心不在焉，甲进前的状况差足多。刚有问伊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虽然安尼讲有淡薄八卦啦，啊，不过我是真正足烦恼伊的，伊伫公司遮侪年啊。就袂输，是我家己的小妹同款。我烦恼，也搁去予高冠达怪去。高冠达。我与男子汉为平，接受这无期徒刑。我隔壁内底收还有一块物件。方总裁恰红棒会，蔡文伟做兄弟最歹代志。罗淑云被抓去关，我以后无想要看这款代志，我会叫你爸爸乖乖等你吃家己。你竟然拿你最爱我！是谁？快快现在赶快赶快拿出来！三立台湾台真正好媳妇 ，Tutor 专业技能。烦恼，也搁去予高冠达怪去。高冠达，你哪会安尼讲？拄只高冠达打电话约丽莎食饭，卡说只是单纯的食饭，应该是毋免请假。啊，不过丽莎讲伊规个下晡拢爱请假，所以我感觉就奇怪。
方大哥，我了解你的想法，啊，不过你爱我失职，安尼伤过奇怪啊。李子啊，我知倩倩哦，一直给动了左右手，你买幸福空间上吊阳光，这个小红失职了，可是我现在透懂了。阿莫丽莎，我今天所谓到三江。丽莎，我知影你是一个真善良查某囡仔，我相信你袂辜负我吼。啊，不过就是让执行长知影咱两个人家这尼啊话，安尼更加奇怪啊！好哟，我到底是要安怎做啦？现在所有的人都误会我，对我不谅解。丽莎，只有你才愿意相信我。关大哥，我卡萨真正就怨恨你耶！我怨恨你，安尼就放散我，搁较怨恨你安尼对待执行长，害伊这尔艰苦。啊！不过我想，每一个人都有另外一边，我袂当因为一件代志就安尼批评你一个人。所以，我愿意再给你一摆机会。医生。过去小唔好，我唔敢唔忙，你完全原谅我。但我即马，你还给我一遍机会，我真正就欢喜的。哎，好啦，既然安尼哦，你包起准备所在住。就是你无方便，甲亲戚辞职啦，那呢，你就请假，包起遐住半个月。卡说以后真正袂用的，咱再想办法啦。哎，半个月哦。今年的特休拢还袂用呢，请假半个月应该是无问题啦。真是啊，丽莎，你今天愿意把这半个月时间让我？嗯。丽莎，多谢你，我知你人上好啊。这个时阵会啥物人来找我？李莎，我是总监啦。关大哥，总监来，给你，给你，别开，进来。哎呦，我看这蓝浩宇是八十分上哦，那是我心上真心最中意啊。不管做什么代志，都会说出来。啊，这不是重点啦，赶紧进去啦，进来啦，总监。走了。不要被联系啊，门锁派去啊，你若被联系，马上让他吹掉啊，给他。哎，我说李莎。这么到底什么情形啊？莫讲跟咱跟咱皇帝也搞同款呐！啊，我到底在哪度啦？起啊起啊！你什么？太危险了！嗨，总监，那这行件啊，你想怎来找我？倩倩，就要提一个水泥经理盒给你的朋友试用。我拄仔要提予你的时阵，你已经离开公司啊。我伫趁中头食饭的时阵，顺手提过来给你。我本来是在楼卡管理员遐，管理员讲你嘛是拄仔转来，我伫遮提起来给你啊。多谢总监。李莎。你对于倩倩辛苦拼做代志这侪年啊，你应该知影，伊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。虽然伊外表就冷傲的，啊，不过伊人真好，也足大心的。虽然你只是个员工，啊，不过伊嘛把你当作是家己亲人同款，无希望你受到任何的伤害。我知影，我知影，执行长人美心善良。你现在对我就好嘛，就照顾我哎。知影就好，有啥物代志，拢要找阮参详。
卖家己吃我的心肝来。嗯，我知影。梁浩宇，我们得跳过伊对丽莎讲遐话，伊可能是因约了啥。我看过丽莎以后，一定要跟实力相应的。倩倩子林拒绝了，今麦不甘寂寞，搁再来找你仔哦。我真正从来唔捌看过你这样袂见笑的查某人。总监，你误会啊，代志唔是你想安尼。丽莎，卖搁替这个渣男讲话，放心，有我伫，我绝对袂让伊来伤害你。总监，喂，丽莎，关大哥，你讲啥？我唔对，丽莎，发生这样代志以后，我感觉还是人上好、上体贴。我发现，我只是要没事给你，所以我想要跟你做伙。高大哥，高冠达，你真正是完全不干的。安那，全世界敢存阮幸福空间有查某囡仔哦？你什么人唔领？全部来领！莫把阮家当作是你的后宫。我着参照因的大兄同款，有我伫咧，我袂让你这个渣男来伤害因任何一个人。大兄，梁浩宇，我看你自己根本是要玩女人国。就算你是亲大兄，管安怎，你嘛袂当管伊要跟谁做伙。搁再讲，你只是因的同事。梁浩宇，我警告你，卖管我的叔叔。阿哥有，阮哥有代志要做，请卖干扰阮。出去，叫他出去，听到无？出去！出去！丽莎，丽莎，丽莎，敢不成路？搞我在这渣男骗去，伊讲的话拢是假，伊无带你来。好呀。好了，去洗声啦，丽莎，我想这才是上好办法。真正参照你要的，高冠达又搁翻头找丽莎，我实在对丽莎足失望的，伊哪会这尔戆啊？我俩准讲，伊是一个救你弟的查某囡仔，谁知影才拄受到假释，伊阁犯同款的错误。这是丽莎家己的选择啦，人的私生活，咱无多共管伤济，只有当以朋友的角度来甲考考，希望伊会当想通。伊若真正听袂入去，咱嘛无多。丽莎到底咧想啥？伊若继续姊妹不和，可是以后跟我同款，受到高冠达的伤害，那你是要安怎？好了，我知影你真烦恼丽莎，找一个机会，咱甲丽莎好好讲一下，希望伊会当赶紧回头，
卖愈来愈深。又回来上班啊，执行长，我想要申请特休，想要将这几年的特休全部拢用掉。丽莎，你来公司超过五年啊，有十五天的特休，你要做一届，把这十五天的特休拢用了。你若想要休困，就休困。多谢执行长。李长，我问你，是不是高冠达叫你安尼做？无你休这么济工是要创啊？阿宇，坐坐起啊，别讲话啊。伊若想要安怎就安怎，非得咱不是会想啊。咱讲的话，伊嘛听袂入去。伊若是无法度家己学着教训，迄嘛是家己做得来。执行长，我多谢执行长。那安尼，我先来等啊。李莎，嘿，咱讨论一下，今年秋冬婚纱要设计的方向。小黑船跟警察不是很熟的，我想要请你帮我问一下，那失踪者陈芷莲调查进度安怎？林刚哦，我再请你吃饭。较拜托嘞，伊也不是公众人物，嘛无什么话题性啊。而且到今嘛，我袂当确定讲伊是离家出走，还是失踪。警方哪有可能有什么消息会当甲你讲？你就还袂问了，这么确定无消息？拜托的，你问看卖嘛。哎呀！我你开始卡了，你我我叫你顶要创啥？我告你职场性骚扰。叫我抓到上班的时阵毛飞，马上就以攻击代理防守，有进步，袂歹袂歹。像毛飞呀？哎，我一日忙哦，都无用到今嘛，你无看到？我有看到，但是你无用代志，甲唐宇建设一点仔关系都无。用上班的时间联络苏玲的代志，安尼敢对？诶，我袂答应，要等下继续上班咯。你卖袂客气啊，我辞职了。安尼我借问者，你伫我的公司用我的电话，佮讲你无答应要等下继续上班，那咧你伫遮创啥？我是来甲你监督的啊。你今仔毋是要去深航开发开会，我要带你去。因为我怕你这个人吼，讲一套做一套啦。你答应阮要跟我斗三工，啊，刷伫我的背后吼，甲方总裁合作，偷偷甲公司拆掉。哇，你对我这么还无信心？我答应你的代志，第一年就做够够啦。这个有信心无信心哦，是无关系啦。因为你常常买个奇奇怪怪的代志出来，而且我怀疑你是鼻涕。变态哦，甲一般人的想法不同款，咱袂当用正常人的想法来想。你敢会想伤济啊？你放心，即摆已经完全无需要跳因果处啊。你若是有看到我写的报告，你应该真清楚。已经果处唔来会当留的，而且佫会当创造海港开发案佫较高的收益。以上就是我写这篇报告的时阵得到的结论。这是想怎啊给你家己写，你家己写呢，你才会当理解哦这里面的诉求。好啦，时间差不多啊，妈来去开会啊，爱资料哦，爱去查哈。什么态度啊？这是真心。
到底谁才是头家啊？你给我动没错，你还是去的。我们要放你离开。你走了，我今日记得你不总裁了。就跟你讲啊，我总裁无时间记你，你嘛在这乱啊。伊无时间记我，伊就是心机啦，无迄个胆啦，无迄个胆敢面对啦。我今日若无记着伊吼，我绝对袂走的。不总裁，我子林到底在倒位？你敢走起来还我？我有什么方法？你敢介绍的光照？你别走，你别走，我袂去，我袂去，我袂去，你别搞动掉咧，你我袂去。不总裁，你是恶魔，我袂去。出去。是你知影，王总裁无想要见你啊！伊人也唔济，就算讲哦，你拢敢互伊骂，你嘛无可能接见伊。是啊，准你看到伊啦，伊讲一句唔知，啊，你是会当安怎？子林是伊带走，带走了后伊才失踪的，伊哪有可能唔知影？就算讲子林姐是方总裁带走，可能伊是惊子林姐去迫害婚礼啊。伊有身份有地位的人，敢有想为着这种代志来伤害子林姐？应该是你家己误会啊！敢安呢？无可能的代志哦，往往都会发生哦。你是知影什么？那我顶下安尼讲。你二弟这乱，嘛乱未出什么结论呢？阮阿姨若是知影你二弟放话甲指控，伊可能会报警了。到时阵，你就只会让伫派出所内面干着急，后壁。搁有吃不完的官司，我弟弟即摆嘛把话传到位啊！我相信一定有人转达洪阿姨的。我看你手嘛受伤啊啦，先去病院检查再搁讲。是啊，你较保重的，唔通摕鸡卵去担石头，安尼是乱糊糊。来，我先带你来病院啊，安尼才好啊来研究，要安怎来对方挽回吼。心如。阿姨，拜托你，我知我无这资格要求你为我做甚物代志，要么看在子林的份上，我麻烦你，你给我转位予本总裁，对甲子林送倒转来给我。假使讲子林来当平安倒转来，我随时甲带倒去高阳，我袂予伊破坏应心甲应军因两个人婚姻。阿姨讲会到做会到，我只要子林会当平安倒转来就好。我拜托你。阿姨，赶紧滚！哎，阿姨，你妈呢啦？这件代志，就算讲我想要跟你斗相共，我嘛唔知道要安怎开嘴啊。我替你转达好。阮阿姨算是心如的情，叫伊开嘴，确实有较为难啦。不过你放心，找到机会，我一定会替你转达。多谢你。后边，先带子林妈妈去病院检查。好，来，来。总裁，海港卡万卡的拆迁硬卡太久了吧？唐总经理讲要处理，做到今嘛，变未出一粒灰出来，赶紧拖落去。咱海港城的海开发案的成本会大大增加呢。是啊，唐总经理拄上任的时阵，话讲到遐尼满，遐尼红声，即马看起来也敢若只是纸糊的尔。哦，迄
寡维护古迹的激进分子惊一下，吼，伊就救起来啦。歹势，各位，我知道。不过好的决策，值得等待，敢不是？我这份禀告报告什么意思？顶面写得真清楚，海港城顶面的已经告辞，无听的利益比听的利益更加大，所以我打算卖掉。喂，我人现在就在这，你若想要抗议，就在这讲出来，卖掉下卡实实事实。啊，不过我唔接受质疑，因为我已经认定。唔听比听歌好，除非各位有才调，搞说服，啊若无，请恁点点，莫发表意见。这份评估报告是你个人的认定，是不是要执行，我得看当事大家决定。总裁，你可能误会啊，我唔是来征求你的同意。我是来尽告知义务。当初你放手，将海港城初步整合，交我唐宇建设来做，安尼我这个做总经理，就有绝对的裁决权。接下来我会按照计划进行周边整合，顺藤开发，等你修行好。你有这自信真好啦，阿姆哥，你会知影。冯信不是我一个人的，开董事会的时阵，我会把这份报告提出来大家讨论。恁家阁有其他的代志要报告？那无，那今天会开到这，散会。唔单误会解释清楚啊，而且关系嘛进一步啊。即马唔单互相信任，阁互相斗相共啊呢。方总裁，你莫误会啦 ，Alex 唔是种哦会为着私人的交情就无顾公司利益的人。想讲我唔是。其实你们甲我解释啦，杨泉这个囡仔什么款个性，我比较了解。联络的燕君啊，完全联络不到呢。阮哦有叫你给阮诶饭店联络方式，打电话过去，请饭店人哦转达给阮哥，讲阮去找伊。也毋过到今嘛，伊也未回。那样呢？阿姨，燕君的个性收到消息，应该就是打电话啊。敢有啥物状况？阿姨，心如找袂到因哥，你嘛找袂到因心姐。只要你到三江联络到应心姐，请伊转达给燕君，安尼唔就好啊。我想这种简单的代志，你应该袂轻忽到无愿意到三江啦，我隔壁内底小还有这款物件，方总裁车红办会。蔡文伟做遐尔最歹代志，罗淑云互掠去关，我以后无想要看这款代志，我会叫你保护乖乖等你食家己。你竟然拿你最歹个，是啥？快快先将家规家规搞出来！三立台湾台金家好媳妇 ，Footer 专业技能。只要你到三江联络到应心姐，请伊转达给燕君，安尼唔就好啊。我想这种简单的代志，你应该袂轻忽到无愿意到三江啦，啊？无唔对，
我可是有郑妈妈的私心，伊好不希望为着别人的代志去影响着应心甲燕君度蜜月的心情。搁再讲啦，即摆着算讲找着燕君是可以当安怎？伊人伫遐远的所在啊，敢有法度斗相共啥物？所以这一切还是等等再讲。别人的代志，你讲的真尔简单？你敢知影陈子玲妈妈一直咧找你？伊拄才伫咧门家口，已经闹过一轮啊。我想，你是不是应该会回一个交代？陈子玲无去，甲我一点仔关系都拢无，所以我真正唔知道我要给伊什么交代。罗淑云家己做伙给查某囝，我当原谅伊，走去避开，无想要甲伊见面。爱找无查某囝，就赖到我家来。伊来过几大遍啊嘞？一开始我嘛真有耐心甲伊解释，啊，不过也是唔相信，认为我是我家己查某囝吵起来。恁讲啦，外面哪有这多时间去应付伊？我是吵伊查某囝要创啥？就算我是为着要保护应心，我嘛无可能家己吵一世人啊。恁讲啦，我敢袂讲，家己摸石头来讲家己的脚。心如，你应该嘛真了解。罗淑云是一个真无理取闹的人，爱进前嘛乱甲恁家家庆不灵啊，敢毋是？是啦，啊，你得当了解讲我是安怎歹插伊啊。我完全当了解一个做妈妈要找查某囝的心情，啊，毋过像伊安尼反起反倒即款人，我哪有法度插伊？我当然嘛爱离较远的啊。无毋对啦。所以我认为这件代志，你要找着陈子玲进前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冷处理。我现在建议啦，你最好嘛卖插，可不可以扫离红台位？总裁，包厢宴告啊，在办公室等你。好，那我现在无闲。这份评估报告，我会跟董事会讨论，看安怎再跟你讲。方文飞，阿能爸爸也有胖啊，陈子玲这条，我绝对会替伊讨的。方总裁讲的嘛是有道理啦，啊，伊无代无志，甲子玲姐藏起来要创啥？就算讲伊真正安尼做，子玲姐若想放出来了后，子玲姐一定嘛会讲啊。伊哪有可能倒会过绑票这条罪啊？方总裁哦，伊这么巧的人，无可能用头毛去试火嘛。除非伊杀人灭口，才有可能安看。不过方总裁看起来嘛，无亲像这么恶毒的人，不可能。金小茹，我看你心目中的歹人，伊那边应该拢有写歹人两个字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无你卡讲话伊巴肚破开来看，内底拢是乌的嘛乌一点。那你讲话啊，是你事大嘞。慢慢啊等咯，等陈子玲出现，一切都真相大白露。我干哪会当安尼啊？请你不得，多谢你带我去便宜包邮啊！啊，这是我代志尔啦，免客气。啊，你怎啊较冷静的吼？阮查囝到今嘛搁找无人，我是变哪冷静啦？卡叔讲阮子林老什么三长两短，本总裁我绝对袂放伊甩。你这种代志哦，唔是讲的就准都甩啦，你爱有证据，人家警察才受理来办案。真像你啦，走去人家公司，安尼挨爸叫娘咧，你发到哪有跑去？这拢白了工的啦。我无需要证据，我甲子林，阮母阿囝良心，我已经感觉讲伊发生代志啊。我唔再去个公司，面头前都遐哭，我要哭给全台湾人听，予有舆论的压力。
安尼唔再惊。这种有钱人，就是讲连饭因都好参像因兜开的同款。你若是用正常的方法，根本就无伊的饭。所以我即马已经准备好啊，要甲伊拼一个输赢。你千万哦，唔通硬拄硬啦！你安尼做，未输给家己等两个石头呢。像你安尼，你去公司乱来啊啦！方员外哦，真心理上哦有一个准备啦。以后哦，你若要接近伊哦，是愈来愈困难啦。你一定无好心查囝对无？假使你若是有，你就知影我的感受啊。若是会当哦，阮子林平安倒转来。不管什么代志，我拢敢做。你讲安尼就对啊啦！我连婚都无结，免哪有囝？我这世人哦，敢会晓照顾阮少爷尔啦？听恁咧讲起来，啊，你是恁少爷因家的老臣是无？啊，那呢，你对孟总裁一定就了解。我拜托你，你给我探听一下，看孟总裁有对阮子林做出什么错残的代志无？我真正无法度帮忙你。搁安怎讲哦？我是一个老管家啦。我敢知影哦，阮少爷公司的代志啊，我拢无度管。我一世人哦，甲照顾阮少爷，啊，食有饱无啦，穿有少无啦，啊，什么代志哦，我无资格，我嘛无能力通讲话啊。无论怎样哦，你即摆心情哦，尽量放我较轻松的，你唔通伤过冲动哦，冲动哦，真正是歹代志啦。啊，我亲手做的粿啊，我摕到你食，啊，食食，看你心情会较好袂吼。子林到今嘛，搁还袂找着，伊今嘛巴肚一定就枵的。歹势啦，我袂当破坏阮少爷的计划，所以有甚物代志我拢袂当对你讲。但是你放心，阮少爷一定会帮你告你的方远辉，替恁查某囝讨一个公道。要创啊！子林妈妈，阮总裁有子林的消息要甲你讲，麻烦你即马来总裁到一撮。爱记你哦，这件代志千万袂当让其他的人知影。你有子林的消息啦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你哦，总算我找到你啊啦！啊，你是走去倒位啦？电话拍给你，你也不爱接。啊，你到底是？我。啊，你手伊安怎来受伤啦？啊！今麦就算讲我去有车弄死，家己嘛无地带啦。啊！啊，你是安怎啦呢？啊，今顿还要到厝的呢，你活着要我出去，你是要去倒？找我的查某囝啦。好啦好啦，啊啦，啊啦，到要找咱查某囝哦。我陪你做来去啦，唔免你加薄啦。你即马知伊唔是你亲生，你着把所有罪过拢怪于我家来。你归去，予李秀英给你照顾啊。啊，你来安尼见想拢想想遐有诶无诶啦。啊，其实我嘛真烦恼咱查囝性命问题呢。我家己查某囝，我家己照顾。免你予你安尼卡袂着，着讲我是骗子，我是凶手啦。哎，秀英啦，哎，你即马又要搁创啥啦？唔免你管啦，你就是问讲，我若是万一吼，你就当含李秀英团圆对无？你拢安想想遐有诶无？你要倒找子林啦？
裁秘书，讲叫我多些等，我已经等几百步啊，啊，佫无通知我。刚刚是条工吼，要甲我变高人诶。喂，你总算卡来吼，我已经等一点钟安尼。啊，你本总裁是要搁我等偌久啊？伊若无要落来吼，我着放火烧伊车哦。看伊是不是会随时落来。即嘛到底是安怎？啊！吓死嘞！你别骗我哈！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彭总裁秘书讲要开车带我去找子林，应该是袂骗我啦。现在看到子林，我一定要好好甲骂一下。失踪这几天，害我这做妈妈，逐天都烦恼伊，烦恼啊袂食袂困啦。啊，这退休吼，唔知要减偌几年啦。回去啦，回去去，回去去。恁的停车场倒火呢，你搁爬紧落来。啥货啊？彭总裁有其他的代志，伊叫我先倒转去。你莫搞这五四三下，你若无要甲我讲子林，伊的货都伫倒位，我马上就来警察局，我来自首，自杀跟恁拢紧紧出来。喂。听信有讲什么？你予彭总裁边仔人，甲你杀一个受伤，哪里哦？即马了解哦，哈、啊！你甲彭总裁迄款合作，啊，就敢袂像哦，车贵伫拆药单同款。对啦，你讲拢对啦。即马想法是我算计去予车弄死，我啉水去予水溪死，这拢是报应。安尼你有欢喜无？我今晚来是会当用我的性命，结果子林我倒转来，我什么都怪你。好了好，你慢慢跟你伤心嘛啦。玉仔，我今晚已经决定啦。假使讲这彭总裁若要甲子林下落甲咱讲，我要警察局，我要自首，而且。我嘛要改这彭总裁，我要甲搞搞出来。啊，敢会让子林平安倒转来？好。金子先生，是毋是找到阮子林啊？王女士，刚碰到你得意状况，就拍你的车，这是传票。平罗淑媛这款碟菜车卖三毫八三，想要搞我打？阿仔，这一款哦，就知影是放完废垃圾包。哇，那大妹啊！你跟我下面红花，会当证明罗淑媛的清白。我家己是想要这款，唔知影啊。我以后无想要去看这款代志。无，我会叫你保护乖乖，等你食家己。在我为做遐尼真歹代志，我倒是罢了。敢无可能对伊遐尼啊死掉？你今日哪能对待我？你真是一个无良心！我哪会让伊一定结婚啊？我也没关系，交过金钱，够金。金倩倩，你若真正安尼做，我徐明月就无你这条命。我伫怀疑讲子林姐是用条工杀你海底，
但你嘛和罗淑云洗脑，认为我去害陈志玲。文文，你是安怎这么紧张？感觉感觉就心虚。是怀疑，不是陈志玲。伤心。